先来给大家跳第一个舞，一号舞下边咋没人了？就跳这个吧。所有刷礼物的小哥哥，那个刚刚我看有人说我是上吊主播，会一次舞吧？会啊。我说一下，我不是上吊主播，我是跳高空舞的吊环主播。那个不叫上吊。
那个不叫上吊，那个是吊环，吊环吊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吊环吗？就是跟钢管的性质差不多，但是要比钢管的危险系数大。你干嘛一来就说我是上吊主播？还有我叫雪宝，我不叫吊环，好多人一喊我就喊吊环。大家把这个下方的心心记得点一下，记得点一下，别人都点那么多，然后到我这儿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感谢太子。接下来给你们找第二个曲，然后大家把左上角的五星五秀嗨翻天约一下，我不是这个档的，这个档的主播不要你们了，我是来替档的，加油，我们争取给他点到1000啊，我相信你们可以的。大家如果想看上吊的话，可以给我直播通知，回直播间的给你们吊，可以不？在这儿的话，现在不能吊，太热了。咱们秋哥就是在天上飞的。加他们跳这个吧，跳个慢的，那样我不太累，要不然我这室内温度太高了，受不了。Hush, hush, hush. There is no other way.
就冲你上吊订阅了，这回好了，大家喜欢主播的可以勾一下直播通知，电脑用户勾一下右下角，手机用户勾一下头像上方的爱心，然后把左上角的五星五星嗨翻天订阅一下。欢迎大家来到953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好累的，好热的，这个室内温度太高了，然后加上跳舞。我不是上吊主播，我再说一下，我是跳高空舞的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心心点一点，感谢孤狼哥啊！我们争取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啊，三分钟的时间，感谢这个，我不认识这个字儿，不好意思。点心啦，就是别人一来的时候都能点到1000，点到2000呢，到我这啥也没有了，到我这啥也没有了。一碗水能不能端平？还有这儿啊，3Q。太热了，我来晚了，相见恨晚嘛。我们跳第三个啊，어떻게 더 잘해야